有超過成萬人尋日出嚟遊行，希望咧可以抗衡到惡勢力，保障香港嘅言論自由。但係除咗出嚟遊行之外，會唔會有好多人覺得都好無助呢？其實唔係嘅。如果我哋相信咧，有一隻左手係用佢哋嘅勢力，用佢哋嘅資源，用佢哋嘅網絡，嘗試去影響香港言論自由嘅話咧，其實我哋仲有一隻右手，無形之手有兩隻，一隻咧係來自建制派無形施加嘅壓力，但係真正嘅無形之手就係香港人最熟悉嘅用市場嘅力量，亦即係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 講嘅 Invisible Hand。呢隻無形之手咧就係用市場嘅力量，多啲去幫襯傳媒，令到傳媒有多啲嘅資源，可以請更加多嘅人才，可以發掘更加多嘅真相，尋找更加多嘅答案。呢隻無形之手你都有份嘅，所以唔好淨係睇到呢隻，另外嗰隻係絕對可以同佢抗衡。市場嘅力量靠你嚟幫襯。